欢迎大家收睇多伦多以北生活分享。今集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多伦多以北唔同地区嘅春夏秋冬四季天气嘅景象嘅相同埋 videos， 当中就包括咗有天晴，天晴间中有云，多云，阴天，落雨，飘雪，落雪，吹雪，冰粒，雷暴，冰雹，大风等等的天气景象。而最后的部分呢，我就想分享埋天气拉埋有关这个生活和大自然的画面。
啊 ，Santa Claus 啊！就喺呢度啦。
多谢大家收睇今集关于多伦多以北四季天气景象嘅相片同埋影片分享。如果大家中意我嘅 video 咧，就请大家可以 like 我嘅 video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下次见啦，拜拜。Thanks for watching 多伦多以北生活分享。